右光使的利伤镯，右光使利伤镯没用啊，月神还能有用点，没啥用的。来吧，哎呀我。要我看看啊，要我看一看。给个锁着脚吧。应该能给件装备。刀锋可以暂时先撇了，其实。随时也不能撇，这么地儿吧。正在觅食，给个三个包女儿。哎呀，这可没啥上的呀。不行，我得升级。这我得升级。给点月神吧，特别想玩一把，能不能成全一把？嗯，特别想来一把。哎呀，老有抢牌的呀。我看看这皎月月神跟不月神差啥呢，差点血量，差点法强，差点血量，差了三十点法强跟血量。嗯，你能打过他不？差点给上个装备。这把月神挺多呀，我想溜了，我不想玩月神了。他们这月神可不少啊，你看着没有？还有一个那个，就是这叫什么空城记的呢？还有个空城月神呢。我们溜了吧，溜了溜了。
铲子没人要啊。那我拿这个，谁月神运气好呗，不得不玩了，让他们自己玩的吧，我们换一个。我要有天选，我绝对跟他们刚到底。我没有，我啥也没有，连个屁都没有，我跟人拿什么刚，连个屁都没有，没有。这装备不想合，升了吧，升了，升了，上个劫吧。还想拿个猴，算了，千珏肯定是不要，拿个猴吧。这个日炎给皎月，皎月无论是玩不玩都可以给日炎，先给个日炎。没毛病吧，看给什么天选啊。也行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拿了就吃鸡儿，拿了也吃不了鸡儿。打工吧，小老弟。这猴怎么的呀？这是天选猴啊，那打不过的。那不扯淡的吗？跟人家猴打，硬碰硬。哎。一会儿我上个猴，好难呐，这好难呐。我个人感觉啊，你们仨可以撤了。上个猴，上个银马，再上个锤石。给猴上个日炎，拿俩盖轮，那这么长时间都没天选，天选的这么慢，不要了，算了。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我再整个盖轮，四重装。俩银马，俩盖轮，俩猴，俩蜘蛛，俩威音，一个劫。这人连个天选都没有就玩吴亦凡，我
我发现你，你可挺嚣张啊你呀、啊！你连天选都没有，你搁这玩儿？啊？挺赌命啊！我这一看呢，挺不怕死啊，小伙子。我一看你这是挺嚣张啊，这都敢在这硬玩，玩来玩。今天你要不玩的啊？你看看，没天选怎么的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他要么第七，要么第八，我就把话放这儿。他不是第七就是第八，他要是有天选那行，他随便来一个冰女都不行，这俩随便来一个天选那他可以玩，他没有，他不是第七就是第八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去看看，你去看就完了啊，你去看吧，指定这是第八了。我卡你一手，你爱信不信，你就看吧，咱就看啊，他的第七还是第八，我们就看就完事儿。卡利斯塔那换谁呀？没东西换啊。这样啊，寒冰真多呀！看来我不拿我的大狐狸治一治他们是不行了，是真不行了呀！躺着都不要，膨胀了呀！本来啊，我就想把这猴给卖了，突然之间这猴啊一个起飞，有点让我没太看明白，有点让我没搞懂啊，这他直接飞起来了，那我就得这么上了，那就滑板鞋咱就得撇了。让你随便打，我这波让你随便打，我看你打不打得动我。手打断了，他都打不死。摸我那银马，摸一下六十滴血，六十滴血。哎呦我，宗师刀妹儿。宗师刀妹儿这一手御剑仙还是挺猛的，我不玩，哎，我就不。决斗大师滑板鞋还能塞吗？你要是顺啥都能塞。看你顺不顺呗。顺行不顺那就拉倒吧。
实际上宗师刀妹可以先拿着，把它换成师徒，我们直接锁血，看看这轮赢不赢吧。这轮要输了，我压力大，我就把它拿了。这轮要是赢了的话呢，就算了吧。赢了的话就没压力。啊，这都不太行，这都。日炎还是太猛了。让我三思，容我三思啊！看看这轮给什么啊、哦？看看给什么装备？给魔抗加那个大全套的，我们就把那个银马给拿着。升快了咋办啊？这咋整啊？把这蜘蛛给他撇了。千珏应该用不上，我想想啊，森林猎用不用千珏？森林猎应该用不上千珏，千珏撇了吧。可以走森林了，可以走，看有没有寒冰啊？老是给个寒冰，没寒冰玩不了啊。阴影啥都有，没寒冰玩个屁呀、啊。不行，我得递个寒冰出来。又没大哥，哎呦我操了！哎，有大哥可以啊，无敌了，兄弟们，起飞啦！日炎给银马，这撇这撇这撇啊！剑魔可以下，这撇啊！差一个小黄毛或者是鹿鹿可以上，得拉个八。老母驹下了，老母驹不下，老母驹不下。母驹不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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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下。
吓我一跳。银血不行，水银必须要水银，寒冰没有水银玩不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会多一只猪出来呀？我多了一只猪，正常的森林猎，我这套阵容其实还也行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呢？是不是也还行？可以用吗？正常是银马不要的，我银马三了，我就先上了吧。那银马正好配头猪，挺好。猪也二了，下边给点啥呢？最好是让能让老母驹来一个守护天使，然后寒冰整点装备。寒冰，聚聚，我这大马搁那遛弯儿啊！我这，哎呀，我这马搁那遛弯儿啊！搁那来回搁那遛弯儿，窜来窜去的。你左边拉满。你可以左边拉满这把，第一不一定能有，但前四肯定有了。那刺客我也不太怕他，还好吧。那后排比后排虚区呗，谁怕谁呢？差个两星寒冰，给点寒冰的装备。大棒，我直接拉了得了。哎呦我操，下边在地吧。法爆春哥救赎，法爆进夫，不不不不无尽吧，先给老母驹来个这正义之手。哎，可以，正好算点吸血。这个老母驹给上头春哥，不是，错了，这头老母驹给上个春哥。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攒钱。这么地儿吧，这把银马已经删了，我不要小黄毛了。正常应该上拉克斯换小黄毛，不要双重装。但是这老母驹都升到二了，我们就给他上了。
是不是？还好这波我把努努给卡住了。努努，努，努努出去，努努。动！这老母狙不放技能玩屁呀、啊！给春哥发放的技能达了263，我说啥来着？不是第七就是第八吧？搁哪呢？我看看，我看看那月神搁哪呢？三星厄斐琉斯，你冰女跟塞拉斯升不上去，你硬玩那能行？他指定第七，你给我争点气啊！这名字我解锁了，这家呢？这家一般般，他指定第七名，我们看着是不是？这有寒冰，可以。你别把那瑞文放寒冰旁边啊！吸血，吸血，吸血！漂亮一个背摔，进夫冒着寒冰。哎，天神可以用不？天神或者是无尽狼人怎么样？天神吧，没有东西拿了，不好用了，这都天神禁夫。这样我们也不用配天神了，无尽也被拿了，这么地儿吧，给了一头大树，天神银马，算了，银马还是不太行啊。银马还是禁夫，来个瓶盖，这瓶盖不行啊，这咋整呢？这没有啥，来个扑克牌吧，正面禁夫，反面银马，正面兄弟们。进夫呢？进夫呢？进夫死了！给我寒冰呼里头了。45滴血，下轮打完野怪给质量递一递啊！三星露露，二星狼人，二星进夫，二星大树，还能余出几个努努啊？估计。寒冰怎么还是一星呢？六个，我是七个，没有人玩寒冰了，没有人玩寒冰了。把杰打死，差一点失败了呀，禁服。这个真实伤害是这个样子的，哎呀，你们自己看呗。
这叫差一点，确实差一点啊！我把他劫杀了就不一样，那劫有隐身不死啊，那能咋整？你说，那寒冰打一打换目标了，这寒冰一星攻速也慢，还是星有点低了，整个两星就好了，差不多了啊，该给了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喜欢这个的，他们不会喜欢这个的。好，快点！冒险继续。这怎么连个屁都没递出来？给了个两星狼也，又给了两个狼人，我们拿着吧，那就。废话，多摇几下。只要你想搓。禁夫、寒冰，好多 EJ 呀、啊。那主力不二，那咋整啊？那这不倒数了吗？这咱们这一星寒冰顶的时间可挺长啊，没了，兄弟们，一波给我带走，剩五滴血，换站位，这还换站位啊？这把其实转的也不太好，没有牌，真没牌，没有牌，不给牌。那一半最多就给个人马。